这个标志是按照初心这个主题设计的，代表神魔玩家对于这款游戏的情怀和团队制作游戏的初心。所以在细节上面使用了老玩家都非常有共鸣的元素。创作十周年 logo 的时候，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标志去讲关于神魔世界过去的故事，令到玩家能够回忆起在神魔世界冒险的点滴，同埋挑战蜂王时候嘅热血，同埋不断寻求胜利嘅初心。使用嘅元素上面唔少得过往嘅以诺塔，佢可以直观咁样咧连接玩家同埋神魔之塔嘅。然后咧运用咗玻璃彩绘嘅风格咧去记录住十位蜂王嘅模样，仲有加洛奥斯作为以诺世界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角色咧，包含咗回忆同埋情怀嘅意思嘅。